你谁呀、啊？你干嘛呀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不打你就不错了。疯了吧你啊！到底想干嘛呀？来这做什么呀？你之前不是老婆，我们交挺甜蜜的。我告诉你，给我正常点。现在我有女朋友，咱俩就分手了。小狐狸精，你给我过来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咱们聊一聊吧。能说成什么情况吗？之前我俩谈过恋爱，现在分手了。分手不是还能复合吗？谁能跟你复合？跟谁复合也不跟你复合。话别说那么绝啊！从我姥爷那天开始，咱俩没可能了。能详细说一说吗？我姥爷前段子病重，我寻思回去看看他老人家最后几眼，他倒好。他死活不让回去，不是怕你开车着急吗？行了，你就别跟那假惺惺的了，行吗？不就没带你去那动物园吗？每次你都答应的好好的，每次你都不信守承诺。孰轻孰重，自己掂量不明白啊！我姥爷还能见几眼？你那动物园哪天不能去？不是都几次了？每次你妈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家看看，说你姥爷病重了，他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他怎么还没没啊？再说一遍，再说一百次，他也是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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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怎么还生龙活虎的？小老鹰。王莹，我把你捧在手里，我怕捧坏；我把你含在嘴里，怕含坏了。我到底上辈子造什么孽了？你这么对我呀？咱俩都谈婚论嫁了，我还没见过你爸你妈，这是正常吗？是，这家伙没问过穷，逛个街，吃个饭，唠唠嗑，什么都行。你呢？凭什么？我凭什么去见他们？不是他们来见我，是你家娶媳妇还是我家娶媳妇啊？那是我爸妈长幼有序，懂吗？长幼有序个屁！我付出任何行动，你想随随便便把我娶回家吗？我是你甜蜜一个哄去的人吗？我求你了，你快闭嘴吧！怪不得赵楠说要跟你分手，像你这样的有病就赶紧去治，耽误了治疗时机。你谁呀？他是未婚妻，我俩马上结婚了。最重要的，他不像你，人家懂礼貌，知道体谅，尊重父母。告诉你，张楠，分手可以，不复合也可以，那还有精神损失费。这样吧，姐们，我教你一招，看见这个路没？从那儿滚到头，表演一下这个才艺，我俩就把精神损失费给你转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什么意思？你滚的意思呗，听我这话啊。你是有多嚣张，我的心脏脉搏为你跳动，为你狂，你说。